慢性支气管炎最突出的症状就是长期的反复咳嗽咳痰。那比如说这老是说医生啊，来看病的那个病人就跟你说，那医生我怎么最近好几年老是这样咳嗽是怎么回事啊，那就是咳，他说每年咳，反反复复咳嗽，好多年两年以上咳嗽，受寒了以后就咳，有时候伴有一些痰，大多数白粘痰白泡痰，有的时候在比如说感冒了以后就有些咳黄浓痰的这些症状，反反复复的就这样咳嗽一个症状，反复有这个症状，而且经常吃了药以后好一点然后又发，反反复复这么一个过程，特别是冬天容易受寒着凉的时候出现这个状态。